满了天，在七位这个名额宫，细听我来言啊，此事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，蓝靛厂火器儿有一个宋老三呐、啊。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了个女儿婵娟呐，小妞哎，年长啊一十六啊，起了个乳名儿。情的人，双双就跳。